随便吃，龙虾随便吃，29块9，然后龙虾随便吃。塔陶中午的包费29块9毛钱，就在君豪旁边。君豪也很棒，很棒。渔人码头也很棒，很多人吃。开动了哇！你看，这10到15分钟啊，即可啊。看，烟雾缭缭的啊，哇，好香哦，闻到大海的气息了都啊。这个就是满满的幸福感，对，原汁原味，吃最幸福了。要上次没吃够，这今天再来啊，个人没事也再来吃，对，哇。午餐也很丰富哦，要有龙虾哦。想吃这个，因为上次太饱了就没有吃。来过，有些东西还没吃，所以这次来拉起来看。几次才能怎样吃个遍呢、啊？丰富，好大的，好大的，这个是超级大，哇，超级大哦，肿瘤啊，慢慢吃，来一次都吃不遍的、啊、所有东西。东西吃一口都要吃几次才能吃那个。你都不要吃，这种面包土豆我都不要吃。哇，这个螺好好啊！螃蟹，每样吃一口都要吃很多次才能吃到的，吃个遍啊。蒸锅，哇，宝哥你是选那些什么啊？菇。菇啊，啊菇啊，哇，生蚝啊，对对，哇，对对对，蒸锅啊，对，蒸锅，哇，海鲜蒸锅，螃蟹，看我们老板很大方啊，哎呀，你好，哎呀，我是一箱一箱倒出来啊，对啊，赚就是，对，赚现在一箱一箱，现在我们赚了。算是通过我们爱情号成功牵手，现在有几个孩子了啊？啊，现在几个孩子？7岁了。7岁了哦，哇，这是爱情号，这我们真的很感谢领导妹啊！哎呀，对对，感谢，就是说恭喜你们，就是说，就是当时你是怎么样？只是去了一次单身 party 就，对，就已经成功了，哇，真的很好，都恭喜，孩子都7岁了，对，你要呼吁一下我们单身朋友多来参加活动。我去买砖，对，因为他批发啊 ，OK， 去买砖的材料。对啊，要他是批发，你呼吁一下单身朋友多参加。对对对，多参加了，领导没的那个 party 的，很好的，对你有好处的。对对，他只是参加一次就成功了，现在孩子7岁了 ，OK， 恭喜，自由自由，对对，海鲜多少拿多少，对，实现海鲜自由，海鲜自由，对，海鲜自由，实现海鲜自由，海鲜自由，哇，大概要在这里见到我们多年前牵手成功。生了孩子的赚，哇，这太开心了，好手工啊，哇，北京鸭，要实现北京鸭自由了，哇，来说，好，谢谢，哇，北京鸭自由，看看，重点是蒸的，对，蒸的，你去那边拿海鲜，就上次那个地方嘛。跟他宝哥一起吃饭，对啊，开始蒸了，然后再自己去拿一点，盖上盖。好，盖上盖。这个是原汁原味啊。哎，做下桑拿啊。是火锅加蒸锅，双重。这些海鲜的话，全部都是29块9一位的，中午哈，随便吃的都是。啊，那边的都是啊，那边的全是29块9一位，都可以认吃的。上次吃了一部分甜点，今天再吃另外的，因为一次吃不完了、啊、哇，一次肯定吃不完，切了米手，哇，好正啊，一次肯定吃不完，所以要来多几次。饮料摆在这里有什么？任何整笼来，哇，这个好大的螺，要蒸多久啊？这个螺要看时间了，要20分钟。
二十分钟啊、哦。那其他呢？要蒸多久啊？这个海鲜的话要十五分钟。OK， 好，算时间，算时间。好，十五跟二十分钟。啊，这个蒸锅的话呢是非常的讲究，它是拿这个煲汤的蒸汽来烘托出这个海鲜，调起这个海鲜的个鲜味。同时的话呢，蒸熟的海鲜那个汁液调回这个汤里面的话，还可以拿来刷菜，这样子的话那个更加的鲜美。所以的话是非常完美的一种厨艺，百分百原汁原味，这是百分之一百原汁原味，对吧？风味。因为我们广东人是最喜欢是蒸蒸蒸的蒸什么蒸蒸是最最好的，就是好像我们白切鸡啊什么的都是蒸好了，蒸 OK 最完美。友情提示：火候要把握好。对对对，我已经算好了，但是十五分钟、二十分钟啊。想来一个，哦，这个鳗鱼卷。哇，很多东西啊。烟，哇，真的应有尽有，跟上次又有一点不一样，上次没有鸡的。蛋炒饭也是招牌菜呀、啊。一次是吃不够的，所以来第二次。蒸扇贝都赢了，看吧。啊，天超的，这里会不会跑出一个田螺姑娘出来啊？想起个田螺姑娘就想起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、年轻时候对爱情的憧憬。那现在呢？还有爱情的憧憬？现在我吃的不是田螺，吃的是一个情怀。哎，对对 对， 对、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要有一个情怀，在我们骨子里面都有一种向往，向往某一些东西。OK， 对对，不讲什么了，反正就从田螺姑娘这里。可以幻想出很多东西，对，是个饭台的幻想啊、哦，真的很好啊，对对对，尽在不言中啊，对对对对，讲、出来就那个味道就失去了，对对对，好，来吧，我们田螺姑娘，来来来，师姐应该，我们师姐来一个田螺姑娘，田螺姑娘，别理她是吧？对，他们一小锅几十个的肉啊，吃一个都饭饱了，我看。这个汤汁顶啊一口，可以有。哇，里面还有汤汁啊，可以哇，关键还有故事啊，你可以很多想象的空间，哇，这么大。啊，蒸锅啊，蒸锅蒸锅，鲜锅汤，29.9毛钱、啊，对对对，29.9块，啊，29.9毛钱，哇，很超值。哎，那个大碟子没有哎、啊。午餐，29.9毛钱，随便吃。这锅是不是榴莲 pancake 特别好吃？小舞台是不是哇？要要要要！谢谢谢谢，全力支持啊！全力支持，梅老师活动啊！谢谢谢谢谢谢啊！